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。爱情不许人三心两意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